因为我希望大家健康，医生也在华府在世。老师，如果说是男孩子，他们中年如果更年期的话呢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弄，也是一样的。这个其实我跟你讲，只要说他懂得分辨现在是热的还是冷的，他会反应，都可以做。如果他是不明不行的人，或者皮肤烂掉的，或者是重大疾病的，已经癌症的，所以我们叫预防胜教，癌症要来做。来不及的，像我现在的感觉是，我有觉得我的肚脐有在鼓动，对，肠子在鼓动了，它就会把。那像我们便秘的话就有效。好，我们能吸收一大堆的大便。真的好痒，我就很容易会便秘啊。痒的，痒痒的，痒痒的。那如果说你觉得太热，我就给它拉高一点。应该要蛮冷色，会冷色。啊，自己做都可以吗？你自己做的话，你就嘴粗粗嘛。清楚啊！就家里不是有碰力吗？啊，跟跑那个压都在啊。哦。手臂成交，你做久你就知道怎么弄。好。学生他们就自己。反正就是紧贴的这个就对了嘛。这样子不要掉下来就好。不要掉下来就好，不要烫到。啊，如果你想睡觉的时候，你就把它弄闹钟，你设定。哦，闹钟响了就自己醒了。很多人睡不着，这样就很好睡。哦。啊，你如果说精神的话，早上虚呀。早上灸好了以后去上班，精神好很多。啊，老师，那今天有带吗？有带，我就顺便带回去。就是一个。所以今天有带吗？这今天这一套就可以带回去，我那里有新的啊。对啊，新的没有啊。那我先带。啊，那先带。外国人先都先带，国民外交啊。好，先带多久？这个就是他们问了很多次了，最少二十分钟，最多没有十分钟。可以重复点是吗？很少的，你要一条都给完。他都有用一下可以，他用一下而已，那下次再用还要花吗？可以，下次再再用，下次再用嘛哈。但是剩下一点点，你不要再挤进去哦，哎，就拿不出来，你就用筷子给它推出来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哦，我做梦都没想到，学生哦，他们居然一点点一点点，他用牙签给它穿起来。哦，笑，牙签改造到了有，几针几针的，有没有把它夹起来啊？连接起来。哦，剩下的哦。了解，他可以用牙签，然后把它衔接起来就对了。对对对，所以我是没有想到这一点，人家就比我还厉害。那可是牙签啊，都牙签没有关系吗？牙签木头啊，你在烧的时候，它不是在里面吗？是说你要出来的，你不能用塑胶，压的紧一点呢，让它不要透气这样。你不能用塑胶的，没有，我知道我们都用木头的。然后就是说，太长了哈，如果说它剩下一点点，再把它卷一遍就好了。啊，对对对，你啊，对，你是对的。对，所以你看，更完全，你卷完好像我卷完老师了，因为我们在做都没有一条都做完嘛，啊，剩下的一点点不要用，你放在烟灰缸里面再搅和，点蚊子不会来，蚂蚁蟑螂可以就对了哈。对，其实家里这样熏一熏也不错啊。很好啊，它可以熏气很阳刚，但是有些人他不喜欢这个味道，他身体不好。所以这比外国用的那个精油还有那种蜡烛，对，不好，蜡烛最差的，蜡烛是化学的，什么耳烛那个哈，那个都是化学，那个最不好。因为我们在国外是流行用蜡烛，不好，那个都精油，那个对身体不好。要多多少少要掺一点化学。对，而且这个都纯的，纯的中药，药粉也是纯中药，这对身体才好。你用化学进入身体是不好的，我现在都知道了，而且又贵，一瓶价都3600精油。还是更小哦，3600。它一根蜡烛就卖到10块钱，你可以做这个生意啊，可能都会做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是想把你请到那边去教学，我有那个在那里。我去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招生嘛，对啊，因为我们得要密集班的啦，要密集班的啊，对啊，你就收费用啊，快钱收费用，对啊，你再给我钟点费就好了。好，快钱两礼拜做一间密集哦。每个人都滑脚，身体都很虚弱。对，手不了，弄一个教室嘛。这家是我们天堂。对啊，所以真的这个生意可以做。如果说我以前在加拿大多伦多，我就不敢跟你说。可是我在现在住在这个加州这里，华人真的很多，而且离旧金山也很近，而且生病的人也是。因为其他方面都是外，其实在外国，我跟你讲，最起码就是人家不晓得有这个呢。真的，在外国也不晓得啊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那个美容师，这个我去做过，第二的3500啦。我做过一次，去布吉的培训。哎，你美容师要疗那个啥？芳疗师啊，芳疗的美容师啦，一个用精油。啊，这还要我说这还要注意什么？你都没问，你都不注意哦。没记得，我再讲五岁啦。
你用书绝对不会都用书，也不是你用书，要注意什么？也许因为那个什么，不要让他睡着了就好了。不要一开始如果说你还不习惯，不要用太久，你习惯的适应了，你时间可以慢慢拉长的，对，缩长拉久，这个就是。那其他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。看心情哦，如果做三次哦，下次你来看应该有改善，最起码它会比较通气，不会说磁场胀。像女生的话就是子宫部分嘛，那如果男生的话就是射物线，射物线的话就射物线的，有问题或病变也都会做嘛。可以，里面的东西就靠近生殖泌尿跟消化器官嘛，就是说男生的射物线，女生就是月经的问题而已嘛。你不要等到说躺在床上，有些等到癌症要做都来不及。像我们有一种调气的药，就是调肝肾的气啊。等到生病来吃都没，你没有事的时候，他就二十岁吃饱，吃到二十岁；三十岁吃饱，吃到三十岁；四十岁就是四十岁。等到你生病了，要做什么都来不及了。所以有些人他都像我老人大血哈，孕期在血的，我们调血是防治那个眼睛的白内障啊、青光眼啊，就是输送吧。哎，有没有人刚讲？你刚讲都你你们夫妻一起吃嘛？我听我讲的好啊，来一个情况。到时人伊咱无骨质疏松，无白内障，伊个白内障骨头我妈当哩，因为他们读了老大学一些只要200块嘛，都一直重复治骨嘛，只要200块可以治骨嘛，他无一样。伊咱白内障啊，哇，伊无白内障，伊咱来讲，对你讲个物件，我讲我懂，实在我来讲，你看老阿讲的，因为老了以后，你钱留得像往往进，留钱有什么用？留身体健康，你才可以使用更久一点。老师，请问一下啊，那个腹痛腹泻的话，我就直接用盐巴的。对，如果拉肚子的时候，就不要用药，就是要盐巴，再隔一层姜，隔一层姜啊，就不要这一块了，就对了。嗯，啊，你不记得你赶快赶快那些啊，哦，要那些，赶快那些姜在下面，然后再弄这个就对了，对。哦，姜在下面，然后在这一块这样子。对，然后让他用来上课。啊，那也一定要这个吗？你要这个吗？你要去做长河的。那像有的人，如果说气虚、血虚，或是气血都很虚的人，可以做吗？还是说必须要让他身体状况好一点才可以？做的时候你不要做太久，先让他试20分钟的功，然后先紧紧紧紧的意思。啊，虚实太虚实蛮真多。是的，我感觉按下他们一个鼓动。起来的时候呢，手要小心，不要烫到哈。所以这个先把它拆开来，然后呢，这个如果会烫的话，因为我们还不是很久不会烫，我们就先把它拆出来，然后这个一定要往前，不能抽出来，要往前推出来，把它拉出来以后，放在这里面抹器里面放着，它就会洗面，它自己会洗面，然后这个拿起来。看看有没有湿气，但是，这里是，然后把这个药粉集中在里面来。
得在家里那个饼啊，要用毛巾包着，比较不会晃来晃去。我就把它贴上去，把这个饼，这个。长子刚才有在里动吗？有、你隔一天再做一次。跟我一样，先生贵姓啊？好，姓高。周啊？啊，高低的高。高高高高先生啊，这是我们班长小叶。好，你好。可以呼唤名片一下。高先生，你有带名片吗？你拿的名片。我这个算是这个，对不对？没带回来，对我们都没有想到要带。我没有带来。像我小孩子，他们的什么学生证，我们都没带。所以有时候要证明说他是，要买学生票嘛，因为他是打，他说要有学生证证明。我说我弄在美国，不可能又再回去。哈哈，那收拾不了。对啊，所以都什么现在也是。在哪边上班？在加州。他是住在旧金山的。旧金山。你是在那个吗？自己开业吗？可以这么讲。是做什么行业的？是电脑业。电脑业。对，我这边是跟朋友合开，大部分都是维修为主的。我现在卖了，我们的利润比较差。是。竞争。有太多的电脑需要进行。